好，那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汇报。走。画面这边没这么大。我并不觉得我是在追求完美，其实这样给自己的压力会很大，因为你不仅要回应大家的期待，还要应付各种干扰噪音。好，再快一点，往下。其实读书的时候，学校里面没什么人认识我，像现在这样，一下子有这么多焦点聚焦自己。在音乐里面随便做梦，尽情探索，尝试各种风格，因为我骨子里就不喜欢被固定在一种模式里。